们不可能做出技术难度这么大的程序。查到是谁泄露源代码，立刻起诉陈东。除了赔偿直接的经济损失之外，还要赔偿合作期间所造成的时间成本亏损。等一下，张一晨接完电话之后再过来，一路扫。主要是这个椅子太重了，椅子如果轻一点，就是身体不能在脑袋在背上往再砸一次。往砸完了之后，直接往你那边挂。一下干掉八台，一下干掉八台。但是刚刚有没有感觉到我胃都在抖？胃都在抖。